福，女星 Angelababy 在微博上给粉丝们送上祝福语，她还配文道：愿赌服输，发自拍。听着语气，看来是在和谁打赌，并且输了。但是到底打的什么赌，网友们还是不太清楚。2017年1月份 ，Angelababy 为老公黄晓明生下一个儿子，两人因为有海绵夫妇之称，所以给儿子取名叫小海绵。虽说只有一岁，但是小海绵单看身段就觉得是一位绅士的小哥哥，脸型非常像老爸黄晓明。Angelababy 与黄晓明结婚之后，就一直不被大家所看好，但是两人一直恩爱如初，用行动来证明自己，也获得了大家的祝福。完成了人生大事， Angelababy 现在更多的心思放在事业上，产后也是很快投入工作中。在综艺节目《奔跑吧兄弟》中，让不少人重新认识到她充满喜感，在里面也是头脑担当。虽然 Angelababy 的演技一直被不少网友吐槽，但一定要坚持做自己，演技这东西有一个慢慢被认可的过程。